所以走出来了吗？不走，现在没有。所以对网友会是采取有问必答的，有问必答，哦，一定的。那如果问到感情的部分，那一定感情的部分，那他你可以你做现在，你会在座每个都是网友，我们都是上网的人，我们都是网友。现在有网友正在问的，你都不回答，人家怎么相信你？对啊，对啊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直接问了吗？那把它当成这个是直播间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有网友问题，问什么问题？所以最近跟王彤有联络吗？有联络。他去美国嘛？他去美国三个礼拜，住在家，散散心，休息一下。还是会互相传讯息这样。就是我有东西分享啊，什么他要问我什么东西，或者是我都会啊，做很自然的。所以他心情都还好。越来越好。有说什么时候要回来？你们好像明天回来，今天晚上就回来了。明天会来尾牙。他一定会来尾牙。都是你要去，你讲这句话再讲一遍，那个前面卡掉。他一定会来尾牙。他一来尾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结巴，人家说是谁？招架不了，你这个馒头根本都吞不下去。在跟之前的时候，差不多，没有特别去那个耶。有三个结巴。那明天公司尾牙，爱情如果遇到马俊明会聊天？遇到马俊明怎么样？他现在不是回来演戏吗？对啊，大家都会谅解你吧。短袖，任何天气都有他的心态。所以走出来了吗？走出来，我们今天不能走来，你是吗？所以我说情商啦。走出来，怎么走不？从来没有进去过。傻了，对对，自从你们都走出来啊，自从你们受洗之后嘛。你自己说你从来没有进去过。我们都想过我们直播的那个直播室的名字了，什么？洁身自爱啊！洁身自爱，自我是爱晨嘛，洁嘛，豪杰嘛，洁身自爱。所以你们有做过哪些事情，所以必须要洁身？没有啊。我要让他知道，说其实我们虽然走进这个花花草草、很绚烂的演艺圈，但是还是像我们这样子洁身自爱的还真不多。真不多啊！有哪些洁身自爱？不要害我，他今天也是我朋友。